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在新历的11月21日，旧历十月初八，礼拜三。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台湾沿海养殖专区是出现疑似有毒的鼠疫废弃物，中华关环保人士阁发现一挂废土重金属含量超标35倍。气温就真高了，会污染着养殖的这气温啊！中华南苗疆超过270年的历史，第二年的十马会甲头期安吊颈活动为期14天13暝，马祖的乱叫嘛将吊颈包括中华关、南投关甲大同市。六港镇内个文馆为即马开始到12月初9，将来展出王玉仁老师的真纸创作，最精彩的真纸技术，嘛予参观的民众是大开眼界。好，来乡亲，这新闻一开始哦，来关心，可能有真侪乡亲拢有去过凤苑王宫，这嘛是真出名的养殖渔业区哦。但煞是有民众来发现哦，这个气温啊哦，敢那是予人偷倒一个有毒的废弃物，而且这个重金属的含量哦，过来超过标准的35倍，渔民就真烦恼，这养殖的气温啊会来受到污染，除了要求检调单位爱搁较详细来调查。以外，也希望这环保单位会当赶紧将废土甲清运走。凤苑王宫海边啊，养殖专区内底防盗不明的废弃物，附近的养殖渔民是真烦恼，即看起来敢那亲像是碳酸的废弃物，将会污染到附近的养殖气温啊。哎呀，伊讲无污染无当来生这啦。对这市的影响就是讲，咱有咧入水，啊嘛有大井有空啊井，啊抽起来吼，抽起来浮落，粪尿拢会跳起来。哦，粪尿拢跳起来，啊，落雨、死过流、死过污染，变作讲，这是养殖的专业区吼，变作讲，拢污染，互咱这养殖的养袂起来。看起来真明显有问题，废弃物经过中华环保联盟的监测，竟然发现重金属超标。就哪些废弃物其实是有毒的，我们请台南社的来验，是其实是有毒的，超标，而且是溪里面的这个重金属含量超标33倍以上。对，非常严重。那其实我们沿这条路走进来，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路基也是有填了一些废弃物。因为环保局已经采样检验，但是检验结果并无适应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定，加上中华地检署阁以无起诉来结案，目前实在无法度判断是不是会影响到附近的气温啊。我后续我们会请我们的水质保护科这边来做一个土水还有土壤的一个监测调查。哦，这有没有实际上有没有污染，还是要经过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采证，好，这部分我们会请我们土水科来做一个后续的调查。环保局强调，对碳酸的部分将会甲相关单位通盘检讨，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的代志，避免搁再出现利用合法、安好规划。不能污染，违法事实，违法事实。大众网新闻丁世良、洪万彩虹报道。彰化市的南苗疆历史超过两个世纪，第二年举办的这十马会甲头吉安吊颈活动，将伫咧11月25日来起驾，展开为期14天13暝吊颈活动。21日哦，嘛来举行这庄严隆重的祭天台仪式。十马会各个头的吊颈哦，嘛将分作四年的时间，顺序450个甲头，160个分两庙，场面是真盛大，够热闹。彰化市南苗疆十月马国角头吊颈吉安活动，将分作四年，会吊颈完450个角头，160间分灵庙。去年头一年受到广大信众参与，今年第二年的活动更加盛大。伫咧乱桥起驾进前，今日起将要祭天台三工。
历史上啊上大的一个咱的这个了境的这个工程。咱总共有十个妈祖会，450几个角头。那么咱今年呢啊是由咱这个彰化市侨委会南投县交为无风代理太平回来。今年呢啊拄好行的这个距离啊是上界远的一年吼，也显示讲咱对啊这个角头，咱这个会员的这个重视。地天大仪式、市民代表会、各会马干部加民意代表拢共同参与，并个马祖了境活动将要展开，马祈求活动顺利圆满。咱爱啊，行过三关市，包括彰化、南投、大中关，啊，会当讲，予咱马祖的文化传扬到每一个角落，发扬马祖的精神，而且代表市民代表会，因为金主席、各位代表同仁以及咱感谢。各界里长、理事长、各公司庙堂府，大家共同对妈祖的敬仰，同时会当将咱妈祖文化啊传达到啊，予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运昌隆，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了境活动十一月25上午起价，十二月初八下晡回銮，范围包括彰化县、南投县甲大中市，嘛欢迎民众共享盛举。多谢新闻，大木星中华采访报道。好，新闻继续来关心，这位住伫在河滨镇中寮的这林水源老先生哦，年纪真大，有76岁，因为哦得着小儿麻痹，这行动拢真无方便，加上生活困苦，是少住伫这孙仔的厝内，这个中道堂哦，就靠这政府老人送餐服务哦。天气愈来愈冷，这个里长、管区、甲所长、甲社会处等单位，就专工哦，讲送来这物资关怀，对社会爱心，这林水源嘛真感动。河滨中寮76岁林水源罹患小儿麻痹，行动无方便，靠中介收入户的补助过生活，好加在透过老人送餐的服务，可以免烦恼中道等。足侪人啦，你伫咧看我哦，唔爱讲足侪人咧，遮老热咧，有哦，咱有送一顿啦，咱遮就省一顿的开支出来咧，哟。里长甲管区所长送来食品甲物资，探望慰问。咱借即摆机会来议员吼，啊叫遮林书来遮吼，啊希望咱中寮若有剩啊剩阿嬷，即款独居老人呢，啊叫人送便当的，啊希望咱中寮里面若有即个机会，再来中寮办公室甲讲，啊我着甲服务。平常会请警局同仁注意啊吼，辖区内独居老人然后利用家务访查的时间去做一个关怀的动作，那遇到有。一般如果说遇到他们有急难需要协助，我们也会通报马上关怀的一个机制。社会处表示，政府的老人送餐服务会评估申请者的失能状况做补助。我们也是呼吁哈，如果说有需要哈，他本身是独居，那有失能的，需要我们送餐的部分哈，可以跟我们相关的长照中心来服务，好来做联系跟接洽。林水源吃到烧烫烫的午餐，心内非常欢喜，伊嘛真珍惜食物，那吃不完，就搁煮做糜来吃。伊讲社会爱心袂使浪费，真感谢大家帮忙。多谢新闻，丹文清何必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了，在新闻当中要来看到的是，在彰化县大自然生态改水协会用20年的时间哦，记录213种彰化的鸟类生态，和乡亲会当了解到自然生态奥妙。马上回来。中华南庙宫天上圣庙十月马，咱的角头祭安了敬活动，咱定咱11月25到12月初八进行咱中部14天13夜这个了敬。了敬范围扩大15个行政区，总共有160个角头庙以分灵庙参加，欢迎神神随驾参香。恭迎圣驾，欢迎大家来参加。
凯制造六十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每当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四，嘛是旧历的十月初九。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微蝶接西风，好时是下晡的一点到下晡的一点哦。下者这事，另外还有什么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新闻继续，要来看到的是哦，这个所在号称讲是河尾版的梦莲巷。原来哦，伫这东京路28巷，就一条，这真细条的路，竟然是只有这细林的民众哦，逐天哦，拢爱进出的这道路，无到一公尺的这跨度，真正是真细条哦。一届哦，只会当惊一个人，啊，那无就会烧梦哦。加上这邮局要送批，拢定定会找无所在通送，或者林外郊。哦，是真困扰。好佳哉哦，这厝边拢真热心，拢会倒三工来收批，嘛好这条这真细条的巷道，是成为这地方上的特殊景象加笑谈。一般的巷仔拢住几落户人家，但是伫咧河尾中寮的正东路28巷，干那住一户人家，非常特别。多台路标是位伫咧厝后壁，毋是厝头前，加是真矮巷仔，只有林外郊一户徛家。巷的真正要来吹。但是要这边，也要这边，啊，就是安尼啊。有当无啥会晓找啦，较熟悉就知影通入去，啊，无就唔知影。啊，出入两边拢有出入啦，这边较无方便啦，爱挤一挤一。林木桥厝边的地址是东溪路50巷，敢那一段所在是正东路28巷。虽然是独立的门牌号，但是信件常常收袂到，造成困扰，嘛需要厝边帮忙收批。啊，重要就是我一寡重要的物件啥批啥，啊，落乌白甲你洗啊，啊洗洗无收到有诶过期啊，啊看到了伊讲啊淡去啊，嘿啊，啊就是安尼咧困扰尔。好厝边我拢爱甲报啦，报了，嘿啦。所以你安尼，迄嘛是伊的一个那管理员了。我管理员问唔对，但是哦，伊啊吼来做证哦，伊要去啊吼，我甲报。基本拢讲，这应该是全国上底巷仔，行伫咧下巷仔内面，出入甲鹭港的摩乳巷同款，嘛成为地方顶头真特殊的景象。多张新闻，台湾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的是这个彰化县大自然生态改善协会，使用20年的时间，收集咱彰化鸟类的生态相片等资料，然后出版哦。加上为着要让彰化的学子会当了解故乡的自然生态，协会哦，讲是捐出这1500本的新册，予县内各级学校加乡镇市的图书馆，希望会当透过这彰化鸟世界这本册内面800外张的相片，来熟悉213种的野鸟。交到一本记录野鸟生态的新册，捐予彰化县内各级学校。天贵较水啊，天贵较水，你这方面你。这么丰富的生态记录，拢是点样？加谢文友的心血。谢老师讲，对20多年前开始接受着新鸟，更加是透过相机的镜头来记录野鸟的影像。这回会加新出版的册来捐予学校甲图书馆，就是要有更加多学生来了解彰化野鸟。到达各地，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他们自己本身的县市的鸟类的书籍。那我发现说，其实我们彰化县没有我们自己彰化县的这个鸟类的书籍，
那所以我就有这个心愿，想说要来，帮彰化县来做一本这个鸟类的一本这个书籍这样子哈。所以这本书呢，它总共介绍了有213种我们彰化县的鸟类，那图片总共用了800多张哈。开这么多时间来做记录，也只有个特别拍戏。谢文友讲，曾经为了记录南投鹰，一等就是3天，好佳哉家人拢真支持。那大概在对家里人来讲，因为我早期其实是一个，算是在做生意的。那后来从职场退下来之后，其实就把这个拍鸟就当成是我一个生活的重心，我就花了很长时间在做一个。那当然，在一个家人的支持上面，我才有能够有这个无后顾之忧了，才能够做一个长期的做拍摄跟记录。代表这下这本《彰化鸟世界》新册副馆长杨仲嘛表示，咱彰化唔闹丰富的生态，更加有热心的企业，嘛因为安尼，才会当让彰化子弟加一个了解家己故乡的机会。台中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说到来哦，带乡亲来欣赏这展展艺术。罗岗镇的博物馆为即马开始到12月初9，是来展出王玉仁老师的展展创作。这精彩展展技术，嘛予参观的民众是真佩服。头毛白白，穿着西装，拍内裤带，笑眯眯，一手提剪刀，一手提美术纸，当来指导罗岗镇长安怎展展的王玉仁。伊的展展是来结合传统甲创新，因此是真受到欢迎。这是我的作品，是大师教的。一支剪刀轻快来回跳刀，无到几秒钟，一拍开，这个吉祥的寿字就完成了。是用布，然后你看他的每一幅作品哦，都很漂亮。每一幅那个作品，你看哈、哦，像他下面有图，上面就有字，上面有图，下面就有字，也会使讲把迄个图加迄个好做。字吼，全部来结合做伙吼，是一种我们中华的传统艺术。然后加上他的那个艺术的那种天分吼，将每些这个作品刻啊有够水的水。真好，配上牡丹花，好以及弥勒佛加古早美女的人像，这真做的技巧，让人真佩服。做吼，可能会变性嘛，它会变颜色。那你用这个布的话，它这个。可以持久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那你觉得啊，一般人是大部分都是传统的，都是用纸，很少用这个布去做。传统简单的技法，除了用剪刀以外，复杂的过来融合花布，创作出无同款的生命力。你纸的话，这个纤维很细，所以你很容易去剪到它的这个细微的部分没有瑕疵。但是泥布的话，因为它有纤维，所以你不小心的话，那个纤维跑出来的话，会把整个作品会影响到。所以你是要很耐心、细心，慢慢的去处理这些过程。这样，在王老师的心中，有一份对乡土文化的热情甲传承。透过一挂珍珠艺术创作，予人找回囡仔时阵珍珠的回忆。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说到来关心大中华地区，过来发生什么大小项的代志，来看大中华报你知。天气转凉，养殖乌鱼提前量产上市。市场人士评估，乌鱼产量虽然甲去年差不多，但是渔民以油电加饲料等等养殖成本起价为理由，数地产地淡乌鱼子起价大约10%左右，八两重逼近1000元，再创历史新高。后续的介绍嘛要看海乌鱼保鲜量为定。彰化师范大学的学生陈富忠，因为在求学过程中遇到良师相助，在实习期间表现杰出，也得到教育部教育实习职优奖第一名肯定。喜欢自己做教学用具的伊，在实习的期间自创 DNA 教学图卡，不但帮助学生理解 DNA 复制观念，更加有册商主动洽询，希望会出版一套教学用具。中部的新景点天空之桥，对7月份启用到即马，逐天登桥的游客拢真多，嘛突破100万人次。第100万名幸运儿是来自新北市的廖万福，
礼物是可以终身免费游览天空之桥，伊嘛讲实在真好运。行一座天空之桥大约15分钟，天空之桥的两边拢伫南投市，行到70公尺深的山谷看落去，算是彰化县的石头乡。徛伫桥顶会使眺望规个彰化平原，景观的视野是绝佳。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朋友，我敢有看过火车跳舞？在二月初一、初二两天哦，就伫这新型车库要来举行这款趣味的音乐会。详细新闻内容哦，广告转来报予乡亲知影。美丽可以很简单。零，从现在开始，全方位成就您的专属美丽。你好，欢迎光临。鸿海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9起，马上带回家。快播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接下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中华新闻的现场来关心哦，为着要来推广优质的国家，2012当代国家节哦，咱中华县政府将邀请到国际知名音乐家甲国家团来到中华甲园林演出。今麦咱就赶紧透过镜头来去欣赏。气势十足的乐器《十面埋伏》。还有小朋友带来轻松活泼的音乐，这么好听的歌曲都会在12月初五开始的2012中华当代国乐节轮番登场演出。主办单位中华县文化局表示，今年头一届举办国乐节就得到相当热烈的回响。今年扩大来举办，除了有国际知名香港中乐团、台湾国家国乐团以外，台湾戏曲学院甲咱县内真侪个知名国乐团嘛，拢会连续来登台演出。那除了这个香港中乐团以外，那我们还邀请到台湾国家国乐团、那戏曲学院的这个的一个团体来做表演。那当然有国际的，有国外的，当然我们本县的这些优质的这个国外团体，我们这次也邀请他们一起来共襄盛举。那这次国文化局强调，今年中华当代国乐节除了伫园林演艺厅有好听的国乐乐曲会当欣赏，伫园林公园嘛安排真侪在地优质的乐团来表演。透过一连串的国乐欣赏，进一步来提升民众对国乐的熟悉甲喜爱。大众新闻中，这辆中华彩虹报道。代替中华火车站，才有一座在新型车库，为日本时代到今嘛，一直担任着这火车头维修加保养的重大责任。这座号称火车头的旅馆哦，伫咧12月初一甲初二两天，各种种类的这火车拢会组织伫咧遮跳舞、演奏音乐，让民众来感受真无同款的古城风貌。一个一个，就好亲像是汤马士小火车，真是半共款。四型车库的灵魂就是灯盘，火车会当叠加灯饰，接受维修甲保养。就因为这款的情形，就敢那跳舞共款。国际赛主会3004-3区就甲扩展基金会来合作，要来演出一场看火车跳舞的音乐盛会。都听过火车快飞，我们都唱过火车快飞。火车快回，火车快回，
这款的歌哈，自细汉就会晓，耳熟能详。但是火车的跳舞，我相信大家拢也毋捌看到，我嘛也毋捌看到。不过拓展文教基金会哈，有准备，就是讲用真气势磅礴的音乐啊配合，然后予火车咱的传统老火车啊，加迄个机电车出来做一个韵律的动态的表演，让火车可以跳舞。另外，伫咧十二月初一、初二两天，伫咧彰化火车站头前广场，甲四行车库，阁有彰化美食菜街嘉年华等活动。做彩街的一个活动，让大家能够对小溪商圈的一个活化呢，给予一个助力哈。当然，更重要的是让所有我们所有的一个各地来的一个好朋友呢，能够在彰化古城，能够享受美食，能够参观彰化市的一个古迹。古迹、美食加上音乐会，呈现出什么款的惊喜呢？来一座四行车库就知影。欢迎大家来参加，赞！大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彩虹报道。为维持温度点面哦，咱会当看到今日开始会有一波的风面来接近台湾哦，天气会较无稳定哦，而且中部以北地区自下晡开始就会来落雨，气温嘛会小可来降低。到了这拜五，东北季风来报道，温度上低会来到16度，转为湿湿冷冷的天气形态。提醒乡亲要注意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哦。说下来提供大家明仔各地详细气温。以上就是今日11月21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我是林桂英，咱再会。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鸿海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小资企业向前冲，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借价追公道，效益无限大。广告透过专线711-9440，711-9440。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真的好棒！你究竟还在等什么？
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兜转重播，录下整套影集，每月只要99元，快拨0809-009-658。鸿海制造60寸电视只要38800，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或台湾大宽屏，超低月付299起，马上带回家。快拨0809-009-658或台湾大哥大买凤门市。